戏看见你第一面，就一个眼神闯进我心间，小心翼翼一点一点慢慢接近你的身边，给你我所有所有时间，有没有办法留你在身边，真正的喜欢不是一瞬间，多么想念你的侧脸，还有头发在你的肩，在你耳边表白一遍遍，对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坏坏坏坏你坏的可爱，我想要跌进你的怀，不理不睬被你打败，对你爱爱爱爱停不下来，乖乖乖乖你是我的菜，方言在哪里？他到底在哪里？他肯定不会说的。老地方，老地方在哪儿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了，十一，不用管他了。我想到几个地方，我们分头去找。走。好。哎，怎么关门了？没人呢。哎，走，去别的地方找。啊！快点！你的证人不会就是方言吧？不过恰好，他还患了一种病，叫做梦游症吧。说到老地方，我们都找了，没有。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地方是顾远舟知道的？我知道了。竟然还给我准备了礼物。究竟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啊！我都说了不追究你了，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
就当这一切是一场噩梦，醒来就没了。我怕做噩梦。放心吧，我会把你噩梦里的东西通通都赶走。找到了，没事的吗？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有时候很想，这一切醒来都是一场梦，但是又害怕，梦醒了，你却不见。不会的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闭上眼睛。仔细聆听，忘掉眼前这个世界，说不定你会听到石伯伯想要对你说的话。恭喜你啊！恭喜石总，不能叫石总，啊、谢谢，现在得叫石董了。哦，恭喜恭喜董事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。那个水镜破译了，你也当董事长了，那我这个执行制片人是不是可以去掉“执行”两个字了啊？准了。哎，石董，那我们元气工作室是不是可以加薪了？岂止是加薪，还要分红。哇哦！那我的片酬是不是该涨涨了？你本来就是公司董事，片酬就当入股了。干杯！干杯！石梦哥哥当了董事长，我有什么好处啊？
那左右想要什么呀？哥哥都给你买。谢谢石梦哥哥。那么我要去迪士尼玩。哎，这种亲子活动呢，就不麻烦董事长了啊。厚脸皮，改天爸爸带你去。啊可你还不是我爸爸呢。马上就是了。干一个，大家来一起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送我那个东西呢？哦，去哪儿了？快去拿，快去拿！是不是在你卧室？左阳，怎么了？陪我去，去拿东西。快去，快去，快点啊！快快快！是不是在你卧室啊？谢谢。OK， 我怎么样？行不行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就是一个石梦送我的礼物。哎，算了，我猜你也找不到，我自己来吧。我帮你一起找，你告诉我是大是小啊？没事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是不是放那儿了？我猜应该是那儿。行不行？行，准备好了吗？方言，找到了吗？我是不是落客厅了？我们快出去，在哪儿呀？在哪儿呀？在哪儿呀？知道我这人可能不太靠谱，快三十了，连一件正经事都没成功过。可能老天也觉得只有你才能降得住我这个祸害，所以才又把你送回到我身边。你说气不气人？但当你回到我身边的那一刻，我就对我自己说，我郝盈俊这辈子不会让你左摇再离开我了。左瑶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靠谱一次，让我当你的老公，让我当左瑶的老爸。我知道我可能会做的不好，但是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让你们俩幸福的。左瑶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嫁给我，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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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刻，全世界都安静，我们相信。亲一个，爸爸加油！加油！亲一个，王子！
好，来，咱们摆个 pose 啊，再来一张。哎，好。哎，稍等一下啊。哎，你过去帮着调整一下。好，看什么呢？准备好，等一下再来一张啊。你不觉得这个场景很浪漫、很优美吗？我只替他们觉得冷。快走，妈得催了。报警啊！再来一张。走了。啊！好，光往这边走。我觉得很浪漫啊。小妍啊，在干嘛呢？我没干什么。他们在干嘛呢？又动他。其实我这个儿子啊，在谈恋爱上是一窍不通。还行还行，这小子和他爸简直一模一样，这心里面啊有一百个愿意，那嘴上就说不出口。那叔叔当年怎么跟您求的婚啊？其实啊，这聪明的女人啊，我打你！来来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我走了走走走。哇，这个手好漂亮呀！还是你的手比较好看。是吗？我也觉得我的手好看。重点是手吗？随好几个份子钱，感觉都要吃土了。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收回来呀？我懂。那好，我是这个意思吗？这根本就不是重点。小作怡情，作伤身，你跟石梦那个钢铁直男，你怎么整他都get不到你的点啊！哎，气死我了！电灯泡提个建议啊，你这么没有安全感的话，就嫁给我弟弟啊！总不能我跟他求婚吧？我弟弟是个死直男，你要是想暗示的话。不做先求婚的那一个，我这叫什么？我这叫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没想到这次看雪还是我一个人。Hello。Hello， 方言。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情侣。
点亮了月光，触不可及，影子在摇晃，雪花凋零，融化没有声响。第一次我们相遇了是偶然吧，第二次我们又相遇了是必然吧，第三次若再相遇，那一定就是命中注定。小心收藏。石梦，生日快乐。在今夜夫妻流浪，快学。学的什么？什么都没学。为什么不学呢？因为我想拥有的我都已经有了。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了。装坚强，命运让我们相遇，能有幸以我之心，又怕山涉水告诉我分离是命中注定，唏嘘希望失望下场，终究还是一样。怎么样，这首歌作为给你们的情人节礼物够有诚意吗？当然很好听。哎，石梦呢？他怎么没有和你在一起啊？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他出差了，去领奖了，所以没有时间陪我。这小子，回头我帮你说他。嗯，没有啦，你这首歌真的特别的好听，所以你要加油哦。嗯，加油。那我先忙去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抱歉，不能陪你过情人节了。你在门外数十个人，第十个是情侣的话，我就把礼物送给你。送个礼物还这么多条件？门口没人，你爱送不送？国内下雪了吧？天上没有星星吧？但是我这里有。我现在这里满天星空，一场星空一场雪，你都可以看到了，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嫁给我了？你终于说出来了是吧？可是你追我的时候你那么用心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敷衍呀？石萌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同意，就算这个世界上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。又干什么？你的礼物在天台上。嗯，天台。送个礼物你搞得奇奇怪怪的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快上来。你下来呀。想要礼物你就上来。哼，我是那种为了礼物会上去的人吗？礼物呢？先闭眼。啊？先闭眼，不许睁开啊。嗯。走，慢点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好，在这里。现在可以睁眼了。
刚才你在楼下说不想嫁给我了，是真的吗？那你现在是在跟我求婚吗？跟我来。方言，以前我不相信命中注定，就像我不相信星空和雪会同时出现一样。但直到我遇见你，我开始相信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命中注定。我想和你一起看雪，一起遛鹅，你的每一个愿望我都想去帮你实现。我们以后会一起变老，周边的事物也都会一起发生改变。但我愿意像星星一样永远陪着你，永远不变。方言，嫁给我。爱总有荒唐的借口，管他是非对错，天地上空气很稀薄，我说你啊，你要是再不找个女朋友，你就只能跟我鸟孤独一生了。我想看3D。我跟石萌看电影呢。不约。给我可乐。不约。好了，我先挂了。等久了吧。Hello。想喝什么？可乐。他减肥，不喝。怎么了？十一为什么会来？他没看过这部电影，我叫他一起来了呗。可是是你，我怎么了？哎，走吧，走吧。方言怎么了？感觉他不开心的样子。没有吧？我看他挺开心的。先喝口水。那个，要不然让十一坐中间吧，被别人认出来不好，那么多人呢。快点快点啊，你坐那边。No.
来过来，我这有98K。啊，我要。过来拿。好的，来拿。我给你留了记号在这儿啊。哦，可以。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有人在打我，有个人在打我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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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110方向，看见没有？没看到。我给你包一个香蕉吃吧。这儿，这儿，没看到啊？看到没有？哎呦，死了！我拉你，我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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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石头后面拉我。来，我在这儿躲着，小心。哎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没事，再来，我帮你啊。